彩彩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的那个菠萝蜜熟了，我们要去吃了哦，走。嗯，真的吗？来了。这个都要洗一下吗？都是灰尘，脏。走了。30斤。拿点报纸过来。小月去拿报纸。我们要准备几张报纸。这个报纸是有什么作用的呢？爸爸来介绍一下。它有它有粘液，省得弄在桌子上。报纸上有。这个表面你看看。有。哈密瓜的皮，这是哈密瓜，不是哈密瓜。你怎么不说它是冬瓜？去年那个塞也是可以吃。对，不能浪费，不能浪费。我们今天要把这个里面的东西都拿过来，能做菜的做菜，能吃的吃。那个塞也要割下来。对，炒菜。我怕都已经坏了吧，放了太多时间了。哇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油啊！把给你给你吃，我来捏落去。专业专业。油这个东西，它就是为了那个防止那个刀粘。拿出爸爸的工具包。看一下，前样子也看到，你看。好香哦，台子都看得呆掉了。果然有泥泥。抠一个试试看。小月来，月儿黄金怎么样？甜不甜？甜的。给奶奶也吃一个。要买大，我还是要买大一点。我们把这个里面的这个肉剥出来，然后收集起来。你看这小鱼儿啊，爸爸在辛苦剥，他在一边吃。中间的要甜一点吗？2000 years later。好了，最后一块，大功告成。好，看一下我们剥了多少肉啊？这里一大盆，然后这里两罐啊。树洞里面我们又放了整整3大罐，所以这个是爸爸从海南网购的一个30斤左右的菠萝蜜，剥出来这么多肉，大家觉得是不是超值？比外面我们去水果店买肯定是要便宜好多好多。然后剩下这些，其实这些丝啊什么都可以炒菜，我们就懒得弄了啊，因为光肉我们可能就吃不完了，非常值。